的交织与编排在指引着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边有卡牌锤石，肯定要入侵的，还有一个寒冰在，吃到控就死了。我们是醒梦之人，他们进我们红，我们进他蓝。这边这个阵容包入侵的，头都给你们打破。全军出击！看我俩谁先到。最后这个印记刷到下河蟹了，这些玩卡莎都很喜欢捏的技能 A 最后一下，我们也要捏一下技能了，不然第一个头都吃不到。那我可以来抓这个寒冰。高阳所到之处，这层印记应该刷到蛤蟆，但是感觉过不去，路被堵死。得先抓一波下来。这波印记在寒冰身上，这个雕房子
也两层，打分收，喜欢搞是吧？喜欢战斗，红牌大师，喜欢来搞我，那全都得死。走了，这波应急刷到上门区去了。王子桑拉还没打，不知道万豪会不会去，万豪去的话我会死，算了别打了，主要是卡牌有大在了。这要房子吃这个下河蟹，我们就去看一下标卡牌，这不感觉这万豪应该会去看一下的，两个六级，这有些应急是不能吃的。这万豪好像没来，这蛇龙还在，这不可以去看一下。他可能留了个眼，他们在下 OK。这红不打，红留着卡印记，这不来上。别死了，我马上到了。再抓一波卡牌，这勒布朗给个链子他就死了。哎，叫来个链子，他牌切了。我房子再不怕了，这卡牌没状态了。直接七层了，跟中路把线推过去，卡牌可能会来飞我，飞我他要亏兵，他们的道路已经靠近了我们的方向。闪现给了第九层，八层之后就只会刷到大条龙。九分钟九层印记，我不知道对面怎么玩，再来个草丛怎么样？刷一个草丛来，然后我再避一波去打小龙，再挂一波再下，先打个蓝他就刷了。刷到小龙那直接避吧，直接来下，这把可以出头带，对面控比较多。美丽容易流失，别打了，
九神印记随便虐对面，人来就行了。不会躲 EQ， 再杀他，把印记先取了。十一层，电子双柱，喜欢来，喜欢来，喜欢来，所有人都得死。不行啊，这把能叠这么多，不让对面杀死他们点了不让爽。这把感觉可以突破记录啊，感觉得给对面杀一个，不然他们待会点了。这把有希望可以打破我们的印记的记录。卡牌来飞了，飞下路去了。第二十三送飞机，我的建议是先送了。他这从得三个拳打完他才给你印记，这点有点烦。多好什么意思？搞针对是吧？那我得来抓他了。等一下我来，拽出来死了，先给他挂上链子。先退一下，可不可以再杀卡牌，我有大灾。先锋要刷了，那只能一直刷到先锋上面的。只能标卡牌了，我们这么点血待会可能会来飞我们。等他自己送了，他飞出来我们把黄牌解了再扭了 Q， 就给他反杀了待会儿。battle 一下，这飞下路去了。
我都懒得杀他。他一丝血了，队友给他宰了，没人杀他吗？一丝血，要打野。六七五射程，这边开起护甲，那就红青羽吧。这有印记的话，就不会缺伤害攻速的，把穿透暴击拉下就好了。十六分钟十六层。一分钟一层，很夸张了。那些逃离死亡的人，其生命早已停滞不前。感觉这皇子在上，这诺手没位移。来了，别乱跑，我可以救你啊！他往下面带一下就好了，给他刷了一个星石，好像两个盾。有助攻吗？没有，他星矢又刷了个盾出来，卡他死了。这边打野有点肥啊，得爆一爆他的金币了。来下了好像。我把 EQ 给了。差点都给我秒了，他空了个技能。哇，好在上，那就标锤石吧。我有先锋在，可以创下了。没机会避了吧，打大龙。感觉我这水银没怎么用上，出早了。这卡牌他不来飞我，主要是他要是会针对我们的话，跟打一起走，他一个黄牌我就死了。他不抓我这个人，他估计是看了水银就不来抓了。有没有可能不出这水银他就疯狂来抓我了？给他劝退一下。
这房子操作有点拉稀了呀，等个印记标一下来，再先不要进入战斗状态，标忘好了。万豪还不来团，真不来团了，一直单机的这个人。哦，印记刷了，可以打。几百射他们。不要卡牌吧，二十层强拿着不？皇子人不在，不知道在打。第一波，这血量容易被他卡视野秒。别逃避了，万豪面对我。他的心脏现在跳得很快。再来个火炮，追踪他们的踪迹。先别杀万豪，养一下印记了，马上可以标了。先别急，别进入战斗状态啊！标记后十秒生效，先别杀，先别杀。对，这诺手他是懂的，22层了。这诺手他是懂地，
再来个火炮龙吧。直接八七五射程，看到没有？一个 W 的领域覆盖了，全屏。Q 加145的攻速。再来一层印记的话，900了。这个 W 范围领域。可以了 ，W 咬四分之一的血，看到没有？一个亿，三分之一以下的血直接斩杀。再来一层被动，加个小龙，完美了，26层了。4 3 3 13 16 19 20 25啊，就差这一层。我会把他追杀到死。OK。我怎么点到了？开大还没保到他，操！我想大招保一下，这诺手有流血。迫不及待的要逃命了。我这射程太远了，这不开大的话就被他流死了。这诺手被动流血三倍对野怪的伤害的。抓波卡牌吧，抓波卡牌一样。极限了，900射程了，拉满了，拉满了。这个 W 视野全覆盖，无敌。刚好对面点了，再加个丁真的话可以破千，感觉下吧。